那你晚点要不要来开台打针？来打那个。观众超。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,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. Выходила, песню заводила, простенова сизова. OK， 我们还是一样哦。等一下，就是人数到达就是200人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有那个点数。应该是问我吃晚餐了没吧？晚餐是还没啦，中餐是吃了，中餐吃煎饺啊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要把那个点数弄一下。我好，刚刚开台忘记先弄了。你们要等我一下，你们要等我一下。等一下哈，我来整理一下点数，继续50点。我发现那个点数的序号啊，很多都是负数哎，很多都是负数。OK， 好，我已经把它给整理好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来弄一下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去买东西的时候啊，你们看到这个浓醇香羊乳片，反正就很神奇啊。看到没？你们有看到吗？感觉就很酷。起来就是这一包，我一直还没有拆，因为我想要等。就是我想要。就是锅炸羊乳片那味，
还不错，吃起来有那么一回事啊，还不错吃哎、欸。啊，有 Q 到你啊，哦、啊，因为你有写巧巧啊，然后其实我还蛮想要鼓励巧巧的，因为他真的最近情绪并不是说很稳定，所以我就因为你也有嘛，所以我就拿你出来讲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我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是，哎，他虽然说这是羊乳片啊。可是它的成分有牛奶粉跟羊奶粉啊，因为我们吃的根本就是奶粉嘛。还有没有人说要吃几，一天可以吃几个啊？例如每次三颗，每日不限次数，类似这种的。哦，真的哈、哦，还好你热，反正就很像吃奶粉颗粒状的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就希望他能够知道说，就不管你在哪，还是有人在鼓励你啦。刚好看到你的 ID， 抓出来编一下。抓出来编一下，应该不 care 吧？ care 来不及，我已经抓出来编。昨天玩太精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要问小线。就牛奶粉跟羊奶粉啊，真笑哎、欸，什么羊乳片，居然还有牛奶粉，你敢信？谁家羊奶还有牛的？其实还不错吃啊，就是小时候的回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啊？烤肉那一天我买个两包，然后大家可以分。可是烤肉还吃羊乳片，真超智障。我看也是算的啦，不要让人家笑我们只会吃羊奶片。哦，超智障，小新好高兴哦。他看到奶奶特高兴。画面是黑的，是不正常哦。你可能要处理一下。还是要说一下，这圣路易斯其实真是一个非常棒的。哦，不是看奶子精彩哦。知道哎、欸，都是血啊，有牛奶粉跟羊奶粉，真笑哎、欸！我们对啊，小仙在笑的。烤肉的时候吃火锅，我要上哪边找火锅给啊？可以啊，你自己去宽聊、哦、你自己去宽聊。我妈这几天一边在帮忙我准备东西，然后一边问说：“哎、欸、啊，会不会哦？到时候大家都报名了，结果都没来。”我说我：“你现在千万不要跟我说这个哦，这个东西光想都觉得头皮发麻，你就不要想，我们就好好弄。那天总之会有人来的。”你千万不要想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没人来，这种话想都不要想，很可怕。好久哦，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在烤弄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这样，有没有？本来自动驾驶，所以你还可以这样，很尴尬。对啊，就卡式炉。哎、欸，卡式炉我家有哎、欸，如果你真的要火锅的话，可那样可能就变梅花肉片，像那种。哎、欸，对方的航母每周超多，超奇。我妈就是会想一些很可怕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自己也很害怕。
反正那当天烤肉我会叫波波出来陪客，阿咪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阿咪在新港。哦，可能光鹅啊就会吃到后门失守，那别闹，你们可千万要记得来。不过，对啊，的确还有人问我说烤肉是什么时候，还能不能报名？我有接到很多，大概十几个以上吧。哦，这个下一次哦，如果要办这个的话哦，我会建议用半桌的方式，不但我们出来敬酒也方便呢，然后大家吃也吃得很好，这样。哎，乡下的半桌跟台北那种还会端高那个空那个什么地瓜叶出来，那是不一样 level， 你知道吗？哇 ，A 点就被占下来，我们 A 点也被占 ，C 点 C B 都同样失守，哇，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进行一个后门失守的动作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半桌比较快啊，死的在那边。烤肉真的很折腾啦，我到时候哦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首先肉就要60人份啊，什么东西就要，看会不会往我这里扔啊，好紧张哦，他离我那么近，感觉后门好像要失守，要失守了，吓死。反正我们先去西点抢着，哇，我们 CB 都死欸。对啊，欸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北港这边的半桌啊，都是很吃的很屌的那一种啦，真的跟你们地瓜叶真的差很多。嗯，真的另一顶爱讲话吗？就是这样。明年啊，明年我们就办那个哦，不要办烤肉了，真的很折腾。我们现在要去赶快抢一下 C 点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我错觉？我觉得我的船超慢哎、欸。南部的嘉义啊，我住嘉义。是不是鱼雷要来啦？我操，是我帮的鱼雷。每次我都太慢，不能找不到位置。2.5 是4.6，对啊，半桌啊，半桌比较快啦啊，北港的半桌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你什么地方的半桌都可以没吃过，北港的半桌你绝对不能错过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下一次，明年啦，明年扩大举办，然后吃半桌的这样。要赶快过去。哦，根本就杀不到啊！哎，那边还一直有人要搞我们，超可怕的。感觉我们要走到哪啦就死哎、欸！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开张，明年应该也差不多是暑假的时候啦。反正只要我还做实况组的一天，我们就每年举办，想大家都有得吃，也蛮好的。他根本没在动。
好，我们要让他坏东西，坏到说不啊！不要 ，no no。根本没在动啊！告诉你，当我侧身过来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会怕。引发火灾了，有没有？赤裸裸，罗密欧，我看一下，欧妈哈，欧妈好像四级的，我看一下，对，欧妈啊，靠北五级的嘞，五级的，我不晓得打不打得赢哎，但我突然觉得我这艘船有点想大便，我先走。我栽了，我栽了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！哦，太多啦！昏倒，我们队友都没了。十四门炮超恶的啊，蒸蒸日上哦。炸汤圆是有典故的。哎，我还买了这个原味复刻的，然后超好吃。可是吃完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一种很口渴的感觉。嗯，我们要输了。对啊，这没有办法。砍树也在维修哦。啊，玩这个、啊、WOWS。我不喜欢吃炸汤圆，今天风超大的，我在开车的时候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我在开船呢、欸。对啊，哦，来一杯玫瑰花茶，真的是就不会说了，我告诉你。Hello，Hello， 这人一直谁凉呢？都要输了，这两个刷，当然是炸虾，这还需要？因为风很大，它会一直吹着我的车位摇。啊，没有，就支持明打。AP 弹是射那个，你看啊，就是你看那个军舰哦，它是不是有一条红色的那个线？那个线就叫做水线，所以你往水线那边打的话就会比较好，但是没有那么好瞄哦，这种东西。我看看，安娜改图了。哈哈，有波波的味道，他不喜欢。
爸爸，你们晚餐要吃什么？还没吃了。我只有吃下午的。南部一万二，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妈妈看。你又没有第四台，有那个啊，有线啊。你们晚餐要吃什么？所以你们没有要吃晚餐哦。学菜的空心菜。我还写好金额啊。好啦。我们那边一万二哦，就，我跟你讲，反正你不会讲啊。哎，超过200人了，来，我们来发一下序号。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去 B 点。南部的半桌超好吃，北部的半桌，你知道我之前去吃那个台中啊，然后他们说有一间餐厅啦，然后在那边结婚，然后我们就说要去吃那个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吃，他居然炒什么你知道吗？地瓜叶，秋西啦，那个半桌吃地瓜叶，你敢信？然后啊，那个地瓜叶还没有挑过哦。然后我阿嬷那边吃的时候会这样，然后最后有那个梗，就那个硬梗出来。我靠，就西朗那个半桌吃地瓜叶，你敢信？这在北港哦，你要是半桌有地瓜叶哦，大家会翻桌走人，我真的不跟你开玩笑。地瓜叶的哦。这游戏对啊，没有啦，主要是我这一艘船慢啦，地图大船慢。哎呀，啊，不要讲，就西郎。对啊，你敢信？哦，你知道在北港那个，你要是半桌，你敢上地瓜也试试看。桌子掀了就走人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礼金我们还要收回来。对啊，开玩笑，神经病，吃地瓜叶有病。然后大家都一路嚼出去啊，地瓜叶跑、哦、北港那个10块钱一大把，吃到快吐出来。对啊，在这边。地瓜叶，你们啊，有人也给我 A 钢狼爬死，我跟你讲，真没跟你开玩笑，你会马上就打死你，你知道？我们是在台中吃到的，超夸张，吃到地瓜叶，你敢信？哦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还没吃过半桌吃地瓜叶，真的，半金刚那个人数节节上升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拿到序号的时候哦，好啊，我教你怎么玩。这个就是首先你不要一开始就过去，你看一下哦，你看这个三阶、四阶还有五阶的，那你只是一个三阶船，三阶船我们就不要摇卡层，一开始就过去。你一开始过去了，你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，你知道，就代表说你很想赶快到下一局去。所以我们先在这边帮忙。啊，我们不要，先不要，一开始不要打主力舰。主力舰就是上面那里的两排有两条横线的、斜线的。那个要去哪边领哦？去那个战车世界的礼品店，然后下面有个兑换 gauge 点数的，
哦，你可以在那边，他可以把它兑换进去。炸汤圆顶多就是前菜意思意思，老板免费赠送的话哦，那个出炸汤圆是还可以理解。可是通常南部一开始会先上四道小菜，而且那四道小菜一定都是海鲜。对啊，根本是，哦，我第一次吃到地瓜叶，我当场就想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这个，哎呦，我不要供哦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地瓜叶是多熊的一个东西吗？应该说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吃半桌，你就是吃 南部那边就对了啦。北部那边真的都不大能吃，因为场地贵，什么都贵，什么都贵，然后就反映在料，然后最后料就出地瓜叶，这样就不好吃啊。那南部的话，那还不来什么？鱼翅、鲍鱼、龙虾什么的，哎，干嘛？叫这样太过分啦、啊！同时发射是按扛错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都是按左键，因为我也没有同时发射。我们现在要来占领 A 区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你意思意思哦。我们一般最后一道会是什么？芋泥哦。芋泥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一个甜点，然后好像拌什么油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宴席吃不是，不小心台湾国语，大家应该不记得。宴席吃地瓜叶，你们敢信？光想到我都愤怒了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地瓜叶的那个板德，真的没跟你胡乱。那个我们吃到那个梗都没有弄好、哦，根本来乱了。对，你要是不会的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们都会告诉你的。我们这里最和善了。哎呦，哦，协助基地战，感觉鱼雷机要过来了。那边有一台鱼雷机，有没有看到？不过它应该会杀9.8公里的那一只。我们先进哦 ，Congo 上金刚大人，对啊，本日的金库密码在上面啊，在上面。我跟你说，哦，超震怒的，我跟你说，哦，弹跳甲鱼汤那个真蛮好笑的。这个游戏是战舰世界。为什么你需要不能存？那代表有人存过了。我们也许有可能会有那个啦，也许会有可能有那个豆芽菜。那这个豆芽菜呢，通常都是铺在鱼翅下面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会当场脸很臭哦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吃到地瓜叶，我会生气。对，那个数字是要自己猜的，问号是数字，要自己猜。问号是数字。哎、欸，打不到哎、欸，这不愧是高速战舰哦，他娘的追都追不到，还越来越远。我看我们去这边好了啦。我们去帮 B 点的还有点搞头。啊，超生哪时有战车啊、哦？应该下礼拜一开始吧。接下来我会开始用一下。啊，所以第一组的序号有没有人拿到啊？这是要用哪里啊？来，要转。马挺会闪啊！小心，通常在烟雾之后，它就会放鱼雷。
有没有中啊？他转身了，超坏！小心这个烟雾，不可以离太近。哦，有有有，他都没有动哎、欸，那他应该就是在这啦，他都在这。不要离烟雾太近，免得到时候吃死。哦、oh ，跟他拼啊！不用 HE 洗死你的王八蛋！日本军舰了不起啊！啊！搁浅了，搁浅了，搁浅了！啊！那么吵了。拜拜！既然火烧了，我一定要跟他拼了。哦，他东西坏超多。九八。不死啊！死！哎、欸！啊，完了，跟这个打是没胜算的，洗多少算多少，反正死定了。啊，死了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洗多少算多少，洗多少算多少，这一定得死。有人拿到了哈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换下一组的序号。OK， 第二组序号已经诞生。我吃个晚餐啊，今天晚餐是空心菜，不是地瓜叶啦，不是地瓜叶。谢谢谢谢，希望你会，你可以好好的利用它。哦，对，我可以去撞它啊！没想到，我平常为人太和善了啦，没有想到。对啊，我这艘船很凶啊！我这一艘船如果拿一去一直洗一直洗，人家会觉得烦死。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今天吃素，我也超爱吃空心菜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空心菜啊，是那个家长种的，无农药，而且绝对那个菜超嫩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我也很喜欢吃空心菜炒牛肉。主力舰其实一次要捞很久，然后速度又慢，真的很麻烦。可是啊，有啊有啊，我有一个学生，他超爱鸟屎，他还跟我，他还说，哦，他真的觉得鸟屎好帅哦。我说你有影无影啦？啊，鱼雷！完了完了，大错赛大错赛！好，吃一发算好运了，吃一发算好运了。不是哦，这个是50 gauge 的金库密码。对啊，是女生。我也很喜欢自己炒，你知道自己炒肉就好像不用钱一直放，你知道吗？而出去外面买的话，你要剥开层层叠叠的空心菜才能找到一块肉，这样超少。因为我只剩下1000的血，然后我的船又火烧，你知道吗？这金刚超强啊！欸，它速度其实不慢欸，你知道它速度其实还蛮快的。这就是金刚，日本的违建。哦，真的，外面买是肉丝。嗯，对啊，我是左撇子。哦，两杀的空狗。好，哦，传声打人了。嗯，金刚极速是35，超快的。哎呀，你看盖这么高，日本船都盖超高啊！你看那个大和号也是，感觉101直接盖在船上。对啊，看到航母，哇！对对对，来去看另外一个。大家要去打那个航母了，7.3。对，我觉得日本战舰都很快。那应该是大陆人吧，来那边漂亮 ，beautiful， yes， what is？ 就一个大陆仔跟一个，哦 ，OK OK。
对，储值的密码。哎，有没有人储值到啦？有没有人储值到？礼拜五的新节目，也不算是哦。哎，我看一下能不能买下一节了。啊，就是这一艘啦，这一艘。哎，是这一艘还是这一艘？好像，哎，我记得是这一艘啊。可是怎么会是五阶这个？哎，哪一艘啊？这一艘啦，这一艘超快了，就跑得很像在飞一样，很好笑。这一艘超快的 ，Independence， 这一艘跑超快的。那时候我有买，我应该有7000了吧？哈，还没到。OK， 好 ，Saint Louis， 再来，已经换走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换了都不讲哎、欸，真的是很讨厌，我觉得真的很讨厌。OK， 那玩战舰世界显卡，我是760啦，我是760。走咯，不会，死的退出。这游戏是《战争世界》跟《战舰世界》，是你这一艘船坏掉，你就可以直接跳出，然后玩别的游戏。这应该是抢点赞。战舰其实没有很值哎、欸，而且你看风景超棒的。应该是可以哦、喔。用平板也可以玩战舰，是真的假的？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你看，你看我这个全身都是炮，14门。海湾那边我不建议去啦，去了我们也打不赢。来看一下345，又是五阶场，五阶场我们三阶皮就要绷紧一点。有人在站点呢、欸，我的妈呀 ！OK， 他没站了。有，今天有化妆，今天有化妆。安娜，安娜，有好看无？你若讲歹看，你试看卖。安娜，我会看不？同时最多几门哦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可以八门哦，7、8门没问题。今天本来想要 cos 那个苍蓝的金刚的，可是后来就没有用了。我看他们都在海湾里面，要小心。这些卑劣的家伙躲在海湾里头，侧面啊，就这样。1.3
15.4。这应该可以。台湾那一台不妙，哇哇哇哇哇！看来它不妙哦。看，我们还有一个还在。Milky 妙意还在很后面的地方，我看一下啊，我们先过去帮他好了。只要下载就可以玩了，只要下载就可以玩了。对啊，14门炮哦，老王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求求我的14门炮，他已经这么大了。哦，好烦哦。只好蛇形逃跑。哦，一波带走欸，我的妈呀，超可怕。妙意完全没帮忙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，你趴着，你趴着，你给我共解。哎，我的妈呀！他触礁了。快点换！快点坏东西！哇，就是不坏东西。
好好好，让他再坏东西，让他再坏。会跑了哈，会跑了哈，干着我了！哦，我也火灾了啦！啊，不要再打喽！剩37秒，能不能撑过都不是个，都是个问题。拜托，撑过吧，剩下1500，死定了啦！剩520、343。Please no！ 好气哦！欸，现在可以直接玩了啦。OK OK。好，这是新的。血不够多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飞机会这样一路一路飞出去。你看超酷的，好酷哦！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还剩下6组，那6组就改在那个，改在粉丝团发好了，就不要这样子发。哎呦，飞机刚刚飞出去，我方的战舰其实算是略少的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对啊，飞机飞出去啦，就没了。晚安，晚安。原来这个战舰其实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，很好笑。战舰世界，我给你们载点。等我一下哦，我去拿载点。我觉得每个新手都应该要拥有一台，没关系啦，你们怎么今天那么火气那么大？你们是那个来了？哦，对啊，我肚子饿啊，3发要吃啊！叉赛吃2发也是 GG， 干鱼雷超凶。我今天都吃菜。
对啊，新手的爽船就是圣路易斯啊。跟你们说一下、喔，如果你用 AP 的话，你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在船身啊？它有一些颜色不大一样的地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在水跟在水线这边啊，它会有那个，它会有不同的颜色。你有没有看到船就是会有两个不同的颜色？那个就叫做水线。如果你是 AP 弹的话，你就要尽量打那个水线，或者是尽量打它的违章建筑，它的建筑。把它打掉的话，苗那边都算是一个弱点。真假的？哎呦，金鳌恭维呢？对啊 ，cosplay。今天有化妆。我觉得每个新手都可以有一台那个圣路易斯，因为圣路易斯真的蛮屌的，它有14门炮，它真的很多。然后新手你不大会玩啊。你可以先，你知道，先打个几局，先爽一下，你知道，你不用着急说，我一定要玩我想玩的船，然后一路被虐上去，觉得每天过得很痛苦。你应该要先玩一些轻松的船，然后开开心心的享受一下游戏，这样。我就是他，你有没有看到船那边会有？对，就是那个生锈的地方，那个。在船跟船生锈的那个地方吃的那个水就叫做水线。如果你打 AP 弹的话，你就要打那一条水线。有没有？就是船会有两个颜色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颜色，或者是打现在我尽量已经拉近了这个违章建筑这种，有没有？这种，你会发现这两个地方都是被破坏的比较惨，因为这个也是船的弱点哦，船的弱点。AP 弹的话，尽量。你说，就是嘿，对对对，打弹药库，就是你瞄的时候就可以瞄那个水线啊，还有这个违章建筑，都是船的弱点，这样。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要看小线他有没有空哎、欸。欸，我也想打 LOL 欸，不然我们来打一个哦。烤鱼我都早早吃掉了，免得你们嫉妒。然后你们嫉妒已经太强了，上次吃一个烤鱼让天怒人怨的，这是的。不过就一条烤鱼。欸，我们是这一招是不是要撞啊？大哥，你被弄丢啊？对，哎呀，你也宠爱，我还想要赶快把他干掉，能够理解，能够理解。打他！你，我跟你说，这主力舰就是大家的 low 都 low 很久，那 low 都会 low 很久的最尴尬的情况下，就是两艘船你瞪我，我瞪你，但是大家都还在 reloading， 这样就是很尴尬。耶、yeah ，看我经验也不少。啊，左上角的序号就是战舰的序号，可以让你们分这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好高兴哦、喔！我们终于可以换了。嗯，Phoenix， 我应该可以买了。问号。没什么钱。哎、欸，还没买，还没买。我有25金吗？哦，我好像没有25金，那就只好花钱啦。OK， 接下来我这一艘叫做凤凰号。那这个凤凰号它就开始有鱼雷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鱼雷？这个鱼雷我必须得告诉你，鱼雷的射程其实很短。如果你在5公里
甚至是4公里、5公里以外的话呢，你棒出去几乎都只是威吓作用，或者是限制走位，就是有那种感觉。或是5公里老手的话，看到你5公里以外放，其实都不大会怕你，因为鱼雷的程很短。那如果说想要那个鱼雷的射程很长的话呢，那我会建议你玩日本线，日本线的鱼雷射程就会比较远。那这个凤凰号呢，其实当你圣路易斯爽完之后呢，就差不多该换你的凤凰号了。这个凤凰号它就会开始让你练习鱼雷。哪边？哪边？对，那好，那在高阶上去的这一艘船呢 ，Omaha 呢，它最强的就是它的防空炮。对不起 ，Omaha 跟这个啦。这个叫什么？克雷莎肖朗，这一艘船，它也是，它这应该是这一艘巡洋啦。这一艘巡洋它的防空火力特别的强。如果说你有两，好，拜拜拜拜，帅哥拜拜。这个如果说你的如果因为接下来的这个航空母舰都蛮凶的嘛，那如果说有两台以上的这一台巡洋舰走一起的话，那基本上对空都不需要担心，你也不用担心鱼雷机还是啥小的，鱼雷机看到你都还要先跑，因为你开啊，因为它有技能，开下去就超强。不过我们现在用 Phoenix 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差不多要练习放鱼雷的时候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哦，克利夫兰，克利夫兰 ，OK，I understand， 克利夫兰，现在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咱们不就是不大英文不大行吗？驱逐的速度比较快一点。克利夫兰，其实我什么游戏都玩欸，看你们想要什么游戏。我最近应该会打一下英雄联盟。克利夫兰 ，OK 啦，现在知道。General quarters. Oh, 对，对方没航母。在玩战舰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如果你是主力舰，或者是像我一样，你是巡洋舰的话，那请你不要走这种小岛很多的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岛很多？这个小岛很多啊，会让你没办法闪鱼雷，所以并不建议你快速的去放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雷，这个是有分距离的哦，一个是这种小条的。再按一下3，它有一个比较宽的，所以你要放集中型或者什么，你可以连续按3切换，就是比较少还是比较少的，好，这个你自己挑，看要比较宽，这样鱼雷出去就会是散状。再按一下3，它会切换成比较细的，好，这个是让你自己挑。麦卡贝的员工。我不是麦卡贝的员工啊，我什么时候变麦卡贝的员工？我是麦卡贝的实况组，什么时候变员工啦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对，你在丢鱼雷的时候你要注意，例如说你不能队友在这边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来放个鱼雷，这样不行，马上被队友干掉。那你懂吗？你看他可能知道我想要对他放鱼雷，所以他现在有点抖抖的。对，你在玩鱼，如果说你是走鱼雷风格的话，你要稍微想一下，你不要看到敌人什么的就，你要好像在打什么满天杀六北爬，然后都是中队友这样。对啊，战舰很多人在看的。鱼雷要如何发射哦？我先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好了。我先说一下鱼雷，你要掌控一下距离哦，你不能够。OK， 这边没有人。好，
首先这边有一个绿点，绿点到了之后才可以放。好，我还是一样按3可以切换是不是闪状的。我们烂过来一点好了。那接下来你可以调整这个距离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可以放下去了。请你注意，它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圆圈圈？圆圈圈这个它是可以，它是之后才会浮起来才会有效。所以如果说你太神风跟它太过于接近的话，鱼雷会放不出去。所以你要给它一点的距离，让鱼雷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扔下。哎，我看一下啊，这样视讯包有没有找到？鱼雷是这样子扔下去之后，它才会再浮起来。所以它中间这一区是打不到人的，你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这样子就可以放出去了。哦，荡了一下。对，那鱼雷的距离很短，应该都是差不多4公里以内你再放，你不要10公里然后松松怕中间啊，没人被缠的、哦、我很怕队友来撞啊，我刚刚挑了一个很远的位置。我之前有一次，我是跟他已经几乎是船跟船这样对撞，然后我一直想说鱼雷为什么放不出去，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离人家太近了，反而鱼雷放不出来。你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给他一点时间，这样对对，跟跳水、欸、对，跟跳水一样哦，就像把人扔下去的时候就要那个。是啦，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情况紧急，我那时候真的是，那时候我真的也慌啦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哦，那边没有队友，我们就不要过去耍贱，我们去别的地方。开巡洋舰的目标是同样是巡洋舰，或者是我们的驱或者是敌方的驱逐舰，哦，因为这是我们比较打得到的。你最好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。战列舰你先避免去碰撞，战列舰你留给我方的战列舰去处理，然后我们要闪掉我方的战列舰，打敌方的巡洋舰跟敌方的驱逐舰，因为我们的 low 比较快，这边的 low 不是指英雄联盟，这边的 low 指的是 reloading， reloading 会比较快一点。那我们装填快嘛，装填快其实是可以的。哎，落雨嘞。其实走这边很危险的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艘船的白色跟橘色部分，就是很明显，那个就是水线。通常这么远是打不到的啦，还是要近一点，小心触礁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么准哦，好哇都！哇，这个瞬间就没血嘞，超夸张的，好不好？敌人打真准哦！哇，你要怎么打都打1000、2000呢？这时候要一边唱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然后要 S 型的逃跑。弹药有固定吗？其实一场弹药几乎都不会打完欸。但真倒霉哦，我们哦干干干，何必如此苦苦相逼 ？New York。速度太快会不会翻船？应该是没那个机会翻船吧。啊，我们那个战列舰落单了。刚刚我本来想帮他，帮到后面我都后悔了。啊，他转身，该死！
可以转过了。嗯，对啊，都把四阶上六阶，超尴尬的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峡湾最怕遇到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遇到驱逐，遇到驱逐啊，他给你放一整排鱼雷，刚好这巷道直接塞满，你都不用活了。是啊，可是13公里中的几率不高哎。我们先跟着队友走好了，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。对啊，不要再打了，很过分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地方。啊，到底要不要回去啊？船又很慢哦。我们这已经算没有什么痛苦期了，可以肉眼看到船。哇，对面那么多艘，哇，看来我们要输了嘞。我们好像打不了，好像好像救不了。我想我们应该救不了了啦，被站点成功哎、欸，很丢脸。完蛋喽，要GG喽，看得到打不到。我直接切中路拦拦看，拦不拦得到，其实也不知道。不知道拦不拦得到。队友都没有人要来、欸，好尴尬哦、喔！哇，被站点成功！是哦，好啦，我是无所谓啦，好尴尬哦，真是，哎哎，不对，我要按圣路易斯 ，Phoenix， 看门加一个炮好了，哇，都没有赚哎、欸，穷死的。
因为战车世界我就习惯这样子按，所以我战舰也是习惯这样子按。今天是吃，今天吃菜啦，今天都是吃空心菜。对啊，真是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嗯，好，今天最多五阶。对方主力监视稍。看看哦，就，不行，总觉得现在过去就被当靶子射，你知道吗？想想有点怕。哇，都没有中。这样子嘞，好像有哦，啾，还是没中。一大早开台，我觉得开台就是要勤劳嘛，培养一下观众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自己这样觉得。我觉得啦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是这样啦。我《仙剑六》真的要花点时间玩。你们想要看《仙剑六》吗？你们觉得《仙剑六》好不好玩？要不要看我玩？还是我到时候也去买一个《仙剑六》来玩？哦，这个要小心。《仙剑六》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被手杀了。不能近距离跟他搞哦，可是他也死掉了，对吧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也很好奇，有没有人是海军的、啊？那个鱼雷在现实上是真的这么痛吗？我真的很好奇耶、欸，因为我一直觉得鱼雷好痛哦，可是
可是在现实上是真的这么痛吗？是海军也没发生，好像是这样哦、喔。大家过得太和平了。也对哦、喔，被打过就不会回稳了，还在那边看直播。有没有海军的、啊？打个加一，我看看。真的吗？打一发就快沉了？你是说丢鱼雷的人那一艘船会沉，还是被打中的会沉？真的假的？海军没有教吗？我今天吃的是空心菜。今天吃的是空心菜。哇、哦，海军不少哎、欸！我靠，所以看直播凑一凑可以凑一个舰队，我觉得。真的假的？老王，你别闹哦，你。你是真的是油腻，不然你现在赶快去访问你爸，问你爸说当时的海军，那你们海军真的有开到像军舰这一种的吗？还是海军然后都没有上过舰，就是战舰？哎、欸，你们海军有上过战舰吗？干，真的很羡慕哎、欸，好想去当海军哦、喔。我们只能戴海军帽。海陆应该不算吧，你那个应该是在游泳的，那不干你的事。我们说的是军舰哦，不是游泳的青蛙哦，不是哦。哦，陆军应该很多，所以我听人家讲说，就是陆军就是很多人都很怕抽到海陆，是因为海陆很超吗？还是怎么样？真假的啊？船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哦，那有人上去过拉法叶吗？台湾只有驱逐舰哦。故郭鲁的超热，所以故郭鲁那边没有冷气就对了。靠，在军舰上你还要冷气，真超贱的。真假的？所以你们海军是？都一直住在那个军舰上面呢？还是说，还是说怎么样？哦，好好奇哦，我妈呀！你知道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鸡鸡，所以我们没有当过兵哦。我们就哦，倒退我都是住在船上。那我有个问题哦，这个问题有点脏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太在意。就是啊，海陆的啊，不是那个，你如果都是住在军舰上面的话，那你大便是直接排到海里面吗？干吃饭还一直讲大便。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军舰的厕所它是怎么样的、啊？就是你尿尿之后不用冲水，把它自动会排到海里吗？
这样子的吗？哦，好好奇，我的妈！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所以真的就……哦，我靠！海底都是你们的大便，受不了，超脏哎！我要崩溃了啦！他就算做处理还是大便啊，就哦，不太good。干，所以我们去游泳的时候都会……哦，你们的军舰真的是太哥。所以你们都排在公海就对了，连上个厕所在那边，公海到了吗？我要大便，你知道吗？我快笑死了，受不了哎、欸，烦死了！你们都在军舰上面干嘛？哎、欸，那军舰你们在那边一整天都在干嘛？因为你军舰不大可能出操吧，就是也不可能像陆军在那边什么是左或左上跳过。罗密欧有在那边，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以前火车冲马桶还看到铁轨，哈哈，我操，好脏哦！对啊，干，我吃的海鲜，他们搞不好都有吃到你们的大便啊！我要崩溃了。名字粉红色的队友应该也是有蓝名啦，只是我好像还没有看过。是这个样子的吗？都在刷甲板哦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是海军的话，你基本上都是在军舰里面，然后每天在那边插那些枪管啊，什么东西，是这个样子吗？一堆军舰上都会钓鱼，感觉很棒哎、欸！哦，我们应该要去签一个哦。哦，每天在那边钓鱼吃海鲜就饱了。所以在军舰上能不能烤鱼啊？那要怎么操演？那个军舰上面可以？真的吗？所以你们也不用晒到阳光啊，都是每天待在军舰里面，然后像个怨妇一样在那边擦锅碗瓢盆。我有听说二战时候啊，有一架我忘记是哪一架的飞机。然后他有一个管子，就是供男生把鸡鸡放进去尿尿的。我不知道啦，这是人家告诉我的。我上次不知道，我好像是听 NONO 说的，我快笑死了。就是他好像是说那是二战时期唯一一艘飞机，然后有厕所的这样子。有些军舰没办法开炮，那算什么军舰啊？哦，靠港或下锚，所以军舰在开的时候你不能钓鱼，或者是你可以放那个网子下去啊，留刺网。然后呢，晚餐搭的军舰就一人一只螃蟹，感觉就很棒啊！一开炮船就会断两半，这是什么船啊？哈，超好笑的。对，哎、欸，刚、欸、我们当我们在聊大便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要赢了，超夸张。哦，我觉得那只壁虎越吃越胖、欸，哎，它现在每天都吃很好。真的假的？在军舰上钓鱼，渔民会投诉哦，就是抢饭碗的意思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我快笑死了。你们都在军舰上面干嘛、啊？我怎么觉得生活好有
真假？你们船真的？对啊，干，反正都要开出去了嘛，网子扔下去就顺便啊。然后晚餐一人一条，我一人一只螃蟹。万一是帝王蟹的话，还可以贿赂长官哦。长官，这是我们今天钓的帝王蟹，就赏给你。然后长官就在那边吃帝王蟹，超棒的。哦，我觉得生活好棒哦，就人生超美妙啊！一个，哎，我们居然赢嘞！就在我们在讲大便的时候，好啦，我再换一个序号好了，我再换一个序号。OK。没有，我只是举例啦，就对啊，晚餐。真假的，钓个鱼而已，糖管会爆炸哦，这也太尴尬。我现在是想说，我们到 Phoenix 的时候啊，啊，糟糕，这边不行哎。我想说，我们在玩圣路易斯，然后换来这边，然后之后来这边，然后我们弄一艘航母出来玩，要不要？反正我们已经有这个了，手上也拿到了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弄一艘这个出来。我们来用一艘那个啦，我们再去打圣路易斯，把它打出来。就大家听到大便就很高兴这样。对啊，反正你军舰都开出去了。对，海军要不要会游泳啊？如果说不会游泳怎么办？这很尴尬，像我不会游泳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去海军？因为我都不会游泳哎，怎么你不会游泳？我真的不会游泳哎、欸，你知道我高职，我读高职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高职它有游泳池，可是啊，我从来都游不，我一直到毕业我都不会游泳。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是规定说，你一定要能够游从这边游到那边，你才可以毕业。我是拿了两块浮板，然后硬走，你知道吗？硬走这样走去对面，这样勉强毕业。啊，差点不能毕业。对啊，我到现在还是不会游泳，你知道吗？金库密码就是你要猜那个问号是什么，然后去处置这样。对啊，你海陆还不会游泳，这很尴尬哎。其实我觉得不会游泳也好啦，万一如果说你的女朋友在问你说，要是我跟你妈同时掉下去的话，你要救谁？你就可以说，干，我就不会游泳，你要我救谁？下去就是三个一起死，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金库密码网址就是你去那个战舰世界的官网，然后去官网那边再去用，这样就不会游啊，哎。我朋友还跟我说，你就没胸部没阻力了，为什么还游不起来？我说我不知道啊，比我胖的都浮起来了，我就浮不起来。我想应该是没有肉可以浮吧，我在想。刚停电，我连飘都飘不起来，我就是浮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浮不起的密欧。对，首先你要有女朋友，这也蛮尴尬的。对啊，你看啊，如果说你有女朋友跟老婆问你这个东西，啊，就不懂，我也不会游泳啊，我顶多帮你叫警察。对啊，你就不会游泳了，你下去要救谁？对不对？这哦，这是我答案都帮你们想好了，我觉得不会游泳也好啦，至少你就不会去海滩玩，台风天你也不会想要去冲浪什么的。
我也不知道啊，该妈不能这样讲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哭马？哭马有点不好打，超远。哇，我们看错啊！哦，他是被打到。啊，主力剑果然就是还很多。应该要去拢一个、拢两个气垫，然后就浮起来了，也不用怕游泳浮起。哎呦，没了哎、欸！我才开一发，炮弹都还没过去。要是你在游泳的时候，女朋友问你，你赶快拿两个浮板趴在你的这蝴蝶袖这边，说：“你没看到林北天两个浮板哦，我赶紧要游泳。”这样，哦，你女朋友就不会问你这句话了，对不对？我都帮你们想好，我都帮你们想好了。赶快带，就是如果你要带女朋友出去游泳的话，哦，那你就是多带两个浮板出门就对了。哇，他在那边打不到哎、欸，这两招凶成这样子合理吗？我看是四十三，是四十三的卡罗里亚，还是先打那个主力的？看他触礁了，我还不打个走，棒打落水口。哦，还打不到哎、欸，各种有没有在全速前进啊？你居然是打不到啊！快机不可失，快机不可失！啊，填不了啦，血太高。有没有中？应该有中啊，应该有中。哎、欸！再来引发火灾哦！我最喜欢引发火灾了。不要客气，这连发都是算我的。我挑中间打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哇！打不到，打不到。他又撞到了，我快笑死了！哎，好多炮弹哦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引发火灾，好强哦！快快快，打过去，打过去！打不到了哦，现在都剩那个，对啊，放烟火。这个就是细汉棒溜爪贵 K 的最佳典范，一看就是我们这艘军舰还年轻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哇，他要坏东西耶，好尴尬哦！
赶快打死他。应该都不是我打的啦。哦，这一招全速前进。打死他，打死他。就是边打边微调。哦，又坏了，又坏了！甘霖北炮弹不用钱啦！你看，我前面有鱼雷在跑，好可怕哦！哇，靠北剩我了吗？不死啊！换点部位好了。啊！好痛哦！撞到水线了，他撞到水线了，他撞到旁边了。你不行啊！你不行啊！哦，终于哦，我的妈呀！终于哦！啊，不要！哦，领导不？啊，完了，超多啊，方向多卡住了，又回去啊，错赛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去你妹！我方向多卡住了。大家都别想活啊！啊，完了啦！这鱼雷我一定闪不掉的。看你敢信我鱼雷闪掉？哦，还进水！哦，不要闹了，真的会死啦！哎呀，怕你哦，怕你哦，怕你啊！啊！哎，快！哦 ，Scheiße！ Oh my God！ 啊，干！还是死了。哦，这很难打啦，超烦的，一个慌乱啊！哎，我刚刚在方向舵坏掉的情况下。我居然还可以闪、欸、你敢信？哦，你看那个防空炮也在射啊！我本来很庆幸的，都是那个，都是这一招啦！你斜棒溜哦啊，不是？真的，真的 ，You jump, I jump。大哥，你右边。行不行？
哇，阿鱼嘞，啊，这鱼真的很妖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两艘！啊，这一艘啥事都没做一个。哇，你看这喷成这样有点夸张。先把那三公里的干掉啊！哦，很好很好！啊，鱼雷，又是鱼雷，又是鱼雷！啊，打骂那么多的鱼雷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一艘哎、欸！去你的，你赶快来，咱们就没事了，还在那边站点，你闪不掉了啦！真的哎、欸，我发现，真假的哎，你唔刚强啦，你唔刚强啦！这个时候你放鱼雷，而且还在十公里外海放鱼雷，你把你自己当什么啦？我操！你又不是北上大人。好啦，如果找掩护继续站着，应该是有机会。他屁股一直放屁。哦，他也有防空炮。这个是战斗机啦，战斗机。哦，好，又闪掉了。现在鱼雷机一直想要伺机攻击打，其实鱼雷机如果要打这个不好打。哎呦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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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嘎仔。哦，要不要这么帅啊？有点帅耶！刚刚那个鱼雷闪的好帅哦！天哪！哇，他赢了！居然，我们赢了耶！好开心哦！靠他一个人站点赢哎！哇塞！超神的哈，不用这么神吧，超夸张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应该要想办法弄到这一艘吗？诶、欸、994诶、欸、再打一场就可以换船。OK。对啊，超厉害，对。超强甩尾啊，你敢信。剧组就是这样的、啊，身段软 Q。嗯，对啊，真是，我哪知道他都点敏捷、欸，有点厉害、欸。嗯，有航母的场很刺激。有五个技能点哦，好，等一下我来点。哎、欸，有好像圣路易斯的炮就是最多咯。对啊，你不觉得他的敏捷点超高了？我这只是开玩笑的，敏捷点超高了，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厉害，吓死我了。好啊，我等一下去点一下。加速！不晓得队友要走哪哦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这是五阶场，我们还是一样不要摇卡层，然后我们就慢慢走。哎、欸，再跟他说，我今天去买到这个哎、欸，你们看，浓醇香羊乳片，可是它的成分呢、啊？你有看到吗？
它的成分有牛奶粉跟羊奶粉。那这算是什么羊乳片啊？这个根本是奶粉片，好不好？而且还是牛乳加羊乳。今天站哪个点哦？我觉得站哪个点都不好哎。我们现在先去找队友。GTR 人真是的，没错，很多化工原料。我只想吃个羊乳片而已。队友都走 A， 我想我们就去 A 好了。还有牛奶粉、羊奶粉。植物的奶精、甘乳酪钠、乳清粉、氢化氢二甲、多磷酸钾乳化剂、抗结块剂、细铝酸钠、乳清蛋白、葡萄糖、硬脂酸酶。哇，你拿元素表出来，我看一下我到底吃到哪了。真的假的？羊乳片是牛奶粉最多，我有点失落欸，为什么是？牛奶粉最多，好啦，可是还不错吃，真的假的？恭喜你！那我再换一个好了，趁现在还在用。我再换一个给你们用。OK。看你的电脑，我的话很快啊，我的话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是100枚嘛。哦，真假的？昨天的躲猫猫啊，昨天的躲猫猫真的蛮好笑的。飞机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这个用元素表做出来的羊乳片啊，真的很好吃呢。我也不知道哎，看你想玩到哪。我好怕被放哦，好紧张哦。然后我玩航母，他们就超厉害。哇，你看那边已经打过来了，你看，鱼炮是这样子发射的哦。如果你看到天空有鱼雷机的话，你最好是头面向那个鱼雷机最好。还好还好，没有人要放我。其实也蛮失落的啦，就没有人要放你的感觉。就别人没把你当一回事，鱼雷机也不大想放你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谁家的鱼雷啊？哇 ,15.5, 这样过去其实蛮危险的。其实接下来的船都有防空炮能力啦，只是之后的船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防空炮能力，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嗯 ,WT 也是很好玩。船身先打横，
不用这么拼吧。刚刚觉得便都快出来了。又是哪、啊？哎呦，烦死了！鱼雷超多。Our team has taken the lead. 看不到了。妈的，这得中！哎呀，哎，这鱼雷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引发火灾，他转正。送啦！再放鱼雷啊！啊！好，我要先走了，我快死了，鱼雷超痛啊！你懂什么？我也是点名的，没有，我乱讲的。我刚刚打了针，吃了药，突然猛了起来。我在9.3公里也去搞他。我们拿 H 一洗它 ，Milky 还是可以处理的。来9.4，超烦欸，哦，坏东西了，让它弹如雨下。超喜的一个，他一直在烧啦，烧死你！再来，啊，可惜我没有鱼雷了，好惨哦，他。他现在不停的在找我，3公里，要小心。哦，好，赞啦！机会，机会。好，9.7。Our victory is in sight. 我看一下有没有中。好，这样可以，可以再往前一点，差不多在这里吧。棒！哦，火灾了。一直中欸，尴尬哦，要拉近一点。好的，吃大便，吃大便，你这下是顶了、啊、不行，该死得走。
拜托，我错了。哦，还好我闪走了。完了完了。好吧，这么熟了，这样打不行。哇，主力剑打好痛哦！哎，我真的要死了啦！我真的要死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要死了，不能闹，真的要死了，真的要死了。我真的要GG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也不大懂战舰啊，我只是依照我以前玩的记忆玩。看我库里都快一包了，不要再有鱼雷好不好？哇！打那边不行啊，可以可以。我们赢了，哎，哦，好可怕哦！我们居然赢了耶！哇，我经验超多了，1553呢！你看我经验破千，哦，你敢信？没想到我打的还挺 OK 的嘛！哎，刚刚有没有人换到啦？我再换一个给你们。OK， 来再用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就可以换到这一艘船了。这一艘是主力舰欸，其实我不大会主力舰。哦，圣路易斯有精英资格欸。这个圣路易斯一定要留着，因为这一艘船真的很棒。然后我们来配点点数好了，重新切换的时候，看一下这个，很好，戒备、伤害控制、鱼雷的捕获范围。我看一下哦，起火几率哦，对对，这个要增加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哦。
怎么啦？怎么啦？OK， 好，那 OK， 我们现在来找我们现在已经买，我们买那艘新船呢？那是叫卡瓦奇，不对吧？不是卡瓦奇吧？卡罗里亚，还没买啦。哎，我也是听。费用是免费的，好啦，免费也好啦，要那么多钱干嘛？好，来打这一艘好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啊？好啦，你们不用生气啊，没关系。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眼会戳，你知道吗？眼会戳。好，大家消消火，我再来换一个序号。有可能是一直都在看我啦，看到忘记有那个网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，我换了一个序号了，大家用一下。有啊有啊有 FB。Battle starts。你看那个画面的下方有粉丝团跟社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主力舰了。老实说，我不大会玩主力舰，可是主力舰有补血的。海是黑的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会不会你玩到盗版的？不然为什么？下面啊，下面有连结。好像没办法那么远，但感情冲着我来。哦，这招真的超慢欸。到底有没有中？好，不要难过啊，还是有机会的。你看，我们要打巡洋舰就不好打，这要让他们来。The enemy team has taken the lead. 哎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的屁股现在哦，有啊，我有看到不少的模组，就是外观模组。怎么不能开炮呢？哇，倒能开炮，这就不行了。哇，2300。这low low超慢的一个。哇。
哇，经理漏怪点还要十秒，还要十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他完全都没有动，哎，是不是？他好像真的都没怎么在动。哦，这个秒数超久了。啊，真假的？你是在看我的？哇塞，这听了我都害羞了。他果然没在动。等一下我就打折。三、二、一 ，fire！ 拜拜。好爽哦，站着不动哎，让你打，平生遇都遇不到这么好看。我都是单排哦。等他转向好了。哇！船超慢的啊！哦，有中。还要九秒，我们先回血好了。我的船超慢的啊！营长很忙，不要麻烦了，不要麻烦了，不要麻烦，不要麻烦。就是这里，战舰转身也很麻烦哦。如果可以，要少转身。你看这个转身超久。好像可以哦。哟，中了！啊！哦，很好，应该要再远一点。如果能再引发一次火灾就好了，再引发一次火灾是最好。Our team has taken the lead.好，再来。瞄这里好了。有没有？啊！啊，他转身了。马克。哇，他坏超多东西。啊，他好像舵开始坏掉。再补个血。啊，跟我同方向。哇，他
但没怎么在动哎、欸，超烦的，打不到哎、欸、一个。哦，被炸弹炸到了。应该要用 AP 打，真的。我看一下哈。啊，完了，火烧！我会怕你。怎么觉得没队友了 ？Problem solved, sir. 哇，这才3.6公里，完了，鱼雷雾闪不掉啊！啊，我尽力了，筷子一直掉。有啊，我有按 T 补血，可是没有办法来补血，好尴尬哦。嗯，我觉得主力剑哦，不能够轻易转身。我觉得只要一转身啊，就那个要重新用就会很。我发现这个浓醇香羊乳片还蛮好吃的，糟糕，我有点上瘾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不大会主力剑，主力剑我不大会。看来这一场是输定了。哇哇哇哇！嗯，主力剑要有 cover， 可是我们没有，就很尴尬。对对对，一开始就要想好。哇，他们两艘共同干掉一艘哎、欸，果然是好战友。有点厉害，主力军是很痛，但是他撸很久，撸很久就很麻烦。哎、欸，我发现很好吃哎、欸，这羊乳片。你们到时候来烤肉的时候啊，我到时候买个两包让你们，就是买个一包大家吃吃看。好刷嘴哦，我的妈呀！这不会是经过多种色素调制，特别好吃。一堆的牛奶。对啊，拿一大包羊乳片，还不如拿个鱼过来。哇，这没法打了。看你这场要输了，对方主力剑剩太多。哇，这招血那么少。不会啦，没问题，我们不怕胖。啊，完了，鱼雷！啊哈哈！啊哈哈！完了，GG。
该死，这鱼雷真的很可怕、欸。鱼雷是可以颠覆整个社会的人。哎、欸，有人教我入分舰队、欸，好啊，我们去找他玩。我要打一场哦。嗯，好，在这边准备好啊，三五，等一下，四五好了，四阶我最高了。I have only， 哎、欸，不让我讲。没办法，看到的时候都来不及转了，就是很尴尬。糟了，今天是零食日吗？我一直在吃零食哎、欸。你看，一下无花果，一下羊乳片，然后我觉得我后门又不得了了。赶快收好，不要再吃零嘴了。收好，收好。哦，要换密码 ，OK 啊。我来换一个。OK， 哦，这个密码比较长一点。Hello，Hello， 是张张线。哎呀，他昨天啊，还在那边挑那个女优，要挑哪一个？我告泰哥啦，一样金泰哥，还是台南的金城 Five。有啦，有看到金圈 Five， 对嘛？欧北共，算了，我们会心虚，你还是叫季亚好了。对，花束连点两下是七八，他是主力剑 ，I can carry you。你今天要打那个 GTA 5吗？你今天？哦，密码有问号，问号就是让你猜零到九，就是让你们猜啊。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运气，他都可以手速很快，所以有个问号就是让你们都有机会可以猜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也有神魔哎、欸，只是打得烂的点，你知道的，你知道意思的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啊，但是我跟他们没有很熟，不过我想还是可以啦。我要是讲话很腼腆，你可要见谅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们还要打抢劫吗？哎、欸，老皮有没有玩抢劫啊？你要不要问他看看？因为他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说我们可以例如固定哪一天，然后那一天都来打抢劫这样子。我觉得在这边好像不行哎、欸，有点危险。有那个蔡建成有说，狙都狙死你哦！你在用烟雾啊！你在用烟雾，我前置量都算好等你了。好啊，哎、欸，
小谢，我问你啊，就是因为我会带新手抢劫，然后。然后我觉得你要不要问他们说，例如我们每个礼拜然后挑一天，然后我们来解那种四人抢劫的。可是那个四人抢劫要固定，因为他有成就，这样就有成就。Torpedoes to starboard.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。开心，对啊对啊，因为劫抢劫，如果说你四个人，然后一起从全福银行一路劫到最后的抢劫的话，那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，叫依序进行，然后是一个成就，这样子。所以看你要不要。哦，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。じゃあ集まりますでした。いや集まらなかったから一旦解散中だよ。老皮他是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说要不要解这个成就这样。我不 care 啦，我是看你们要不要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就有100万哦，就有100万的成就。有意思。やるかとは。只是要四个人，就是同一组人马，就是同一样四个人，你要从头解到尾这样。哦，那是我的 RC。是我那个日本人的，因为我 WT 是黑啊黑啊。哎，我好像有徽章哎，你看我有三个。有点厉害。我觉得你可以例如定说每个礼拜几。对啊，我们等级都高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你可以说，例如每个礼拜，例如固定哪一天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继续打那个抢劫任务。对啊，抢劫可以赚很快哦。对啊，宪哥有就是缺钱上夜店啊，很好笑。嗯，啊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超热，超热。啊，小谢，你要不要用那个啊？古墓奇兵那个欧西里斯神殿，那个超好玩，就是友情破坏，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玩，因为你就很会拉塞啊，不是啊？因为你很会搞这些友情啊，不是啊？我们好像不会赢了，我一下就死掉了。
听到玩过所女了。哎呦，你看小仙这个人超变态的，他要玩所有的女人呢、欸，一个胎壳鬼，拉萨鬼。对啊，慢慢来啊！你不是嫌那个很丑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你不是嫌他丑？啊，我记得人中之龙，你可以用那个。你 GT 有很多的报复哦。你可以用人中之龙，人中之龙好像可以，就是叫那个 AV 女优去你的酒店上班，这样好像啦，我记得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好紧张哦，不晓得能不能赢。PC 好像没有哎、欸、，PC 有欧西里斯神殿啦，你可以玩欧西里斯神殿。哎、欸，欧西里斯神殿两个就可以玩呢、欸。你要不要组个啊？你要不要组一个？那很好玩哦。就一直想要推人坑。你看大家都游来游去，遇到敌人你就是要侧身传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的鱼雷有打到人呢、欸。你朋友要去日本。你可不可以请他帮我买那个啊？就是日本的海鲜干啊，日本的鱼干、海鲜干，好想吃哦。对啊，啊，我知道啦，你先用那个欧西里斯神殿啦，我们两个就可以玩了。不错吧，反正你也不知道要玩什么啊，你可以玩欧西里斯神殿，超好玩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对啊，海鲜干超好吃，看多少我再拿钱给他，请他帮我买。对啊对啊，我上次有吃过那个日本的海鲜干，哦，超好吃的。干贝干可以，好吃。你可以在 Steam 上面购买啊， Steam 上面就可以买了，叫欧西里，Steam 就可以了。我想我们应该要输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一换二还用鱼雷干掉人，我觉得我打的已经很不错了。真的假的？好啊好啊，看多少我再给你们钱，你们不要直接给我，就是我拿钱给你们。对啊，那日本的海鲜干，那干贝干超好吃的哦。肚子饿了，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叫，全身无力不能挑。嗯，啊，章鱼干也很好吃，觉得我不晓得哎、欸。Steam 上面怎么会卖海鲜干啦？对啊，古墓奇兵的欧西里斯神殿，小谢你去找欧西里斯神殿，超好玩。我是说陷害队友很好玩，我也还没破关呢、欸，我只有玩到前面而已。你看你要不要下载，我们可以一起破关。哎、欸，我上一下厕所，肚子好痛哦、喔。
哦，不知道为什么拉肚子了。OK， 我觉得打得还挺不错的嘛，是不是可以马上换下一阶啦？哦，还要7500，果然是在幻想。那我看一下，换一下。我们来换一下，我们来换一下。哎，科技树怎么不能按？科技树啊，我们应该可以帮他换个啊，我们还没什么经验哦，那不然推进系统好了，这个应该是可以。加一而已，超戳就要花40000块，好花钱哦。好啦，应该是够。好，今天的战舰打到这边。